这一站，我们的五位能量团成员来到了中国北方最大的大雪湖泊——微山湖微溪村。在这个静谧的小渔村里，能量团受村民们的委托，结识了一位备受全体村民尊敬爱戴的乡村教师王生安。你曾经演过电视剧吗？在下就是五阿哥的爸爸。由于师资的缺少，王校长一人需要承担多门课程。我想为所有朋友圆，我们温暖能量团兴高采烈地来出任务。从1978年至今的近40年间，全村1720人，有近1000人都是王校长曾经教过的学生。90%的都是三代人都给我读过书，有的四代给我读过书，是吧？四代人都给我读过书。40年如一日的坚守，他与学生之间发生了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。希望我所有的学生，我的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。就是这位和蔼可亲的王校长，曾获得山东省最美乡村教师、山东省第4届道德模范、第3届感动济宁十佳人物。